这是我家后院的树，这边有一个窝，是斑鸠鸟的窝，现在有两颗蛋在窝里面。斑鸠鸟呢，不好意思，刚刚不小心，因为我在拍摄，然后把它吓走了。不过它就在附近，那斑鸠鸟，两颗蛋，我只是想要拍一下这个非常珍贵难得的画面。这个就是母亲，斑鸠鸟的妈妈。她现在因为我在拍摄，所以她不太敢接近她的窝，但是她还是凝视着她的窝。它的窝就在这里面，一个小鸟巢。我刚刚拍摄的就是这个，上面就有两个蛋，之前我看到只有一个蛋。它在这边已经孵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了。哎呦，它母亲在叫了。 OK， 我不想再干扰了， Sorry。